就是常说用 CCR， 原本叫做 Cross Cultural Romance， 它是中文叫做异国恋情，或是异国迷情之类的。然后，这原本是一个还蛮正面的词啊，原本就是表示一个两个文化之间和平的交流，其实是一个蛮美好的事情。可是到很多事情到亚洲来，尤其到台湾来之后，常常就变得很复杂。对，然后其实真的我。这是我会突然开始像个乡民一样开始在意这种议题，起因为我大概上个礼拜因为我一个在美国念当陆军的朋友，他难得被美国陆军放回来台湾放假，然后他约我去台北一间夜店，然后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去夜店。那我去了之后就。然后我去了之后，我就看到了这三个字的具象化，就是只要是白，只要是那我在那里看到的是他们都大部分台湾男生就在旁边喝闷酒，然后很多有只有三四个白人，然后。就一堆女生全部像贴纸一样贴在上面，然后台湾男生也会像贴纸一样贴在外国女生上面，不过大家台湾女生比较害羞，我们台湾男生比较内敛害羞一点，所以就贴的比较少，不过还是贴的很亲密，然后所以 OK 好，所以。自从那个之后我就开始调查说，大家对外国人的迷恋程度到底到什么程度？然后后来发现，我身边有一大堆男生都一直跟我说，他要去东欧，东欧是美女之国，然后男人天堂，然后有一堆女生跟我说，她要嫁给。又热情又有热情又有钱又有 gentleman 的外国男生，那他的外国指的是这一块，还有这一块，其他部分叫做本国。然后所以我就开始觉得奇怪，我的外国朋友，我有意大利朋友一直跟我说，啊、台湾女生超好，我的香港朋友跟我说，台湾女生超棒的，又有气质又内力又不重样，就他觉得很奇，然后他觉得很奇怪，然后在我在更深入追究说他们为什么对外国这么的迷恋，不管男生女生老少都这么迷恋，他们是对外国了解他们文化之后非常非常的尊敬他们文化，想变外国吗？也不是，他们我就在进入更深入追究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绝大部分的外国朋友。他们所迷恋的欧美人士不超过5个，你们接触朋友不超过5个。那不管男生女生哪里搞到肌肉什么样子，然后而且是超过这种才30%-40%啦。像这个是我刚刚说的我的朋友分布。那我发现像我想这样应该是有算多吧。对，然后像外国朋友，那也很接触过外国人，有更多的大陆在，那反而就是对外国特别的感觉，就是开始，比如说大家说巴黎很浪漫，可是我所听到的巴黎是说外国人跟我说三大陆在，对，像这样子，我就开始想说这是所谓的 culture shock。文化，所谓文化差异带来的风暴，就是所谓文化落差嘛，是因为我们太了解外国人、外商公司、外国男人、外国女人，还有外国小孩，才会有所谓 CCR 这种事情发生，还是说是因为我们太不了解他们，才会发生这种很奇怪的现象。对，这是我看到的，有 CCR 的女生或是男生看到外国人之后会呈现这样子，还是什么样子？对。那所以然后
然后所以接下来我要继续去开始问外国人对于 CCR 这个现象的感觉，来台湾说对 CCR 这个现象的感觉。那我的欧洲朋友跟我说，他觉得台湾人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不是全部，可是很多他在台湾遇到很多的台湾人，他们所谓的 international 国际化，就是代表说英文，说英文，用英文。你就算在台湾也要用英文，你就算跟台湾人讲事情也要英文，就代表 international， 这是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然后另外也就是他们我刚刚说他们所谓的外国自己 North America 和 Europe， 很奇怪，就是那中美洲、南美洲呢，非洲、东欧、北亚、西亚，然后澳洲、纽西兰那个比较说外国吗？为什么大家说外国都只有大家说外国的时候都经常常都是想到这两个？然后。以上说的现象在台湾大部分发生在女性身上。那男性的话，我最近好不容易上2011年，填了我生平第一个电子履历，然后我收到了我生平第一个正职工作的面试邀请函，然后是据说是他们那间公司自我介绍说是一间外商公司的高雄分公司。不管是真是假，就姑且认他是外商公司。然后我就很兴奋的跑去跟我妈说：“妈，有外商公司要我，我可以不要念大学了吗？”然后他就说，然后我妈就说：“我那天假的就是叫你做白工，要骗去飞，要把你卖到菲律宾去。”然后可是我跑去问了大概学长，我的学长或是我的硕士班的学长。他们说啊，是外商公司耶，外商公司一定不会错，一定外商公司一定是超厉害的，一定要去，一定不会错，一定不会是骗人的。啊，我问过的女生大部分跟我说，女性不一定是女性，或是成功女性，大部分跟我说，那一定是要把你卖到菲律宾去了。另外，大男性比较多会跟我说，外商公司一定不会错。对，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可是。我觉得 CCR 这件事情所描述的不只是大家说什么台湾是 IDZ 或台湾是 IDZ， 对，我觉得 CCR 更代表的是我们所谓对于整个不管是外商公司语文还有一大堆事情的外国文化不了解所造成的，就是很盲从的迷恋和崇拜，然后常常在这个方向在接下来就会吓跑外国，或是让外国人。或是让一些所谓的外国人可以做一些所谓什么什么之类的事情。那说了这么多，我想说的就是，接下来我觉得接下来时代是一个所谓混血的时代，我们不应该在就是总是追求一个纯粹的文化，说我们就是只让台湾文化最棒，其他都是蛮夷之邦，或是说欧洲、美国最棒，台湾文化根本变丢到二次王国都没关系。我觉得这种混血才能代表真正的 international， 在真正的国际化，因为这样才能它是真正的魅力。所以我非常，我在这边想要邀请大家，就是说，我发现一个最好破解这个方法的事情，就是所谓的语言交换。我在学校，大概每个礼拜，在中山大学，大概每个礼拜，我们都会一些台湾学生跟一群外国学生会莫名其妙的。聚集在我们的全家便利商店前面，大家一起一瓶啤酒，然后大家开始用不同的语言，各式各样的语言去交流彼此文化。你觉得台湾怎么样啊？意大利现在怎么样啊？日本现在是不是工作很难这样子？那可以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加入，然后甚至一起组一个像语言交换的社团，然后或是自己在你的身边发起，谢谢。这四分钟可以 Q&A 吗？ Cross cultural romance 就是 cross 跨 culture 文化 romance 罗曼这个，我是做夜行的。对。还有，可以去双语教会是啊？可以去双语教会，或者是 GAC 啊，国际语言、国际国
记得那个教会，它只有单一英文，然后里面有意大利、法国、美国、巴拉巴拉、韩国人都有，这不需要特别买一罐啤酒。没有，这是你说的是一个好方法，很棒。对。可是，那对我们这些整天念了一大堆书的大学生，或是看完一堆 paper 的研究生，或是写了一堆文案的上班族来说，我觉得这其实有点过于沉重。因为我们这样买一杯啤酒，大家就是啊哈哈，你那个意大利现在是经济很不好啊，你们都找不到工作，对不对？然后另外一边就是说，对啊，意大利工作都找不到工作，然后。你们台湾人最近经济好像也不太好哈，像这样子的对话很轻松，很不用特别在意自己的什么什么。我们不是，我们只是唱歌。对，那就是每个礼拜天就唱歌，然后下一个小时。对，所以下一个小时然后就聚餐。下午就有时间来唱歌，就是没有规则，没有限制，就像是朋友跟朋友一样。对，那当然那个事情很好。我有账单。那请问一下，你们那个所谓交流是主要语言是？你们交流的语言是什么？都有。说真的，连台语、客家话都有。对，我们外国人会来，在我们学校外国人，我们会来上台语读书店的课。然后我们学校有人去修日文，有人去修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日文。然后也有英文，那我们看一句话，甚至会设立参，如果有四种语言的话，会掺杂四种语言，反正你只要把那句话说出来就对了，用什么语言都好。那有英文也有日文，不过因为我蛮好奇的是说，因为我大学时候也是有做类似的事情，那基本上他们来就是想做中国，那你应该多少都遇到比较尴尬的。好问题，这个很奇怪，就是台湾人一直对外国人说英文，外国人一直对台湾人说中文。然后可是，我相信我很多人大部分外国人都没有学过学文化，然后会来的大部分人没学文化，然后台湾人通常对外国人没学，或者他现在想要猎奇的外国人都没学那么快，所以常一句话说一半，你可能要换回你原来语文，用这样子交叉的方式慢慢执行那个语言，或者谐音，谐音，或者像是台语和日语很多谐音一样赖打不多拜。像这样子交流的，我们日本同学就是像这样学会一些台语，对，然后也了解说台湾跟日本的历史啊这些关系这样子。所以现在就是全家可以让你找一个可以带出来，也可以啊，欢迎带出来。星期几？啊？星期几？五。或是，我记得某个女的叫三哥，都是你在你餐厅办的呀？在我餐厅办，为什么？我餐厅吃素的、欸。吃素，我们不吃素。行啊，等一下踢球笑，然后我就要换蛋。好，对不起。好，我们这个我们在一起要看有什么好方法。来这也可以啊。对，来这也可以吗？对啊，这边对啊，这边已经有个高达到读书会了。对，那我想再多办一个达到读书会。对，达到品酒会不错。哎，品酒会不错，平台一起。OK， 还有都可以在里面。对啊，我觉得文化交流是有很多方式的，不用说什么，然后特别怎么样，或是谁哪个国家，那你一定要说英文，你一定要说日文，你一定要说中文，不管哪一种方式，我觉得都是一种文化歧视和那个不要说。吃的部分呢，如果还有兴趣的话，会后可以再找你的海哥。好，那我刚才。